主料苦瓜一条，瘦肉一小块，辅料蒜三小个，干辣椒，干冬虫草，十三香，生粉两勺，盐二勺，生抽二勺，鸡精一勺。准备时间十分钟内，制作时间十分钟内。准备好材料，苦瓜切片，瘦肉切成条状，用生粉十三香生抽盐抓均匀，热锅下油，把蒜爆香，再倒入瘦肉翻炒，瘦肉炒到变色了，倒入苦瓜继续翻炒，再放入冬虫草盐鸡精翻炒，干辣椒倒入炒一会就可以了哦。烹饪技巧，苦瓜可以先用盐抓下去下痛味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访问 TTNews.xyz 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